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吴宇森拍的，吴宇森拍的，是凯奇，凯奇演的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吴宇森导的啊。哦，就那个密码的那个，这是那个密码人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就是我们老爷子给我弄的祖传秘方，啊啊啊，这个是特别好，那个能够健身啊啊，里边就是，但是呢，我开的时候多了一副那个红景天，去高原的，对对对，其他你就每个放一点，泡着喝就行了，谢谢您谢谢您，当茶，就这么一个展览，哦，展览什么的，展览它那个抗日就是。跟日本人作战，这都是日本的东西。日本的新疆，这是那个什么机枪，它就叫 Cold Poker。你看这人长得就不一样，他叫什么什么人？他那叫什么族来着？能查得到？霍，我想啊，我写过这篇，我书里边有过这个，叫什么？你看他这人都不一样。你看这是他们实际战场上的那个东西。他们做那个密码，对对别人都听不懂。这比什么密码都管用，他把所有的人就是他们参军的那个人就背下来，必须让他们背下来，然后销毁密码本啊，对，他们没有密码本，这因为他们的语言就是密码，语言就是密码，你看他们这个人，结果可是最后一个人前两年刚死啊，我还专门问了那个店里的人呢，我说我上次去美国，在他那他们家住了一夜啊，他住德克萨斯，他新买了一个 SUV，他约我，大象见过，约我好几次去美国。他在那个哪儿上班 ？NASA 就那个航天那个上班。哦，哎，可以，我们可以用他那车。哎，可以啊。然后咱们他会告诉你什么叫数据链。对，他是学科学的，他是科学数据链吗？他是学物理的，就那个 NASA 研究物理的，他是我中学同学。哦，啊，我们俩是网上，不是网上，他买我书，我书里边呢，我就说有一个北京公安局局长特好。他说好个屁，给我上过刑，完了我们俩就争论。他说你来美国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呢，是书信。书信。他说你到美国的话，你就到什么地儿，你就来找我，我就去找他，真找着他了。是，但是他那空军基地旁边有一个美国航空博物馆，戴顿有一个，不是戴顿在那个Dayton 另外一个地儿，Dayton 在他妈的肯塔基。啊，这个呢是哪儿呢？是叫 Tucson。哦。图森，中国有一个特有名的造木头门的，就是叫这图森 ，TUSCSON。哎，对，没错，你这拼的还得对。他那个航空博物馆呢，有一个辅助项目，就是我卖你这个 bus 票，带你到这个航空基地里头去看这个。我们那天呢是礼拜六去的，可是呢，他这个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，因为人家美国空军基地只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。礼拜六礼拜天人家他妈不上班，礼拜六礼拜天只是那个博物馆上班，所以我们就没进去，没有坐上他那 bus， 没有进到里边去。我们没办法，怎么办啊？我们星期天要走，我们就开着车，你看着没有，我们就围着他这个基地转了一圈，也把这飞机都拍下来，你看着没有，都拍着，这是那个 C-130 的飞机啊，大力神 Hercules。但是里边的那个飞机，我们只能从租了一个那个皮卡啊，是那个，然后我们去看他们那北极熊去了，哎，北极熊，野的北极熊，我们俩开着车追着那北极熊，老叭停那儿，北极熊一会儿扒到我们后车帮上了，它不是有一槽吗？对，扒那帮上来找吃的来了，给我们俩吓得都不敢出来，我操！冒险的啪照了一张那北极熊露一什么鼻子在他们后头，特他妈好玩。